加大侠摄影教室的公益活动。我觉得呢，这一次参加这个公益活动非常的开心，也很荣幸。那这一次呢，不管是化妆师、造型师，还有摄影团队，还有幕后的企划，一起帮忙规划这个非常具有意义的公益活动，那也很开心我可以参与在其中。我们呢将会在年底发行2015年的年历，那年历的预购时间呢是10月17号到11月16号哦，数量有限，大家敬请期待。